好，我是森林。我们今天的夜恶搞一款非常知名的游戏，而且恶搞的方式也非常的搞笑。没错，我们今天呢将来恶搞冰淇淋人哦，想到还被带走了，哎呦！没错，我们恶搞版本的就是冰淇淋人，居然是海绵宝宝。怎么会有海绵宝宝的啦 ？OK， 我们现在呢第一关，我们要先找到钥匙，进去这栋房子里面解救那个小男孩啊。OK， 海绵宝宝你在看什么看啦？钥匙啊，钥匙在这里，拿走钥匙。海绵宝宝，我来接你了。海绵宝宝，你在哪里？嘿，海绵宝宝，你在这里吗？来，打开。海绵宝宝，海绵宝宝。OK， 哦。接下来我们要找到手电筒啊，因为海绵宝宝家其实有点暗啊，我要先找到手电筒才可以入侵他的家哦。海绵宝宝有养狗哎、欸，哦，上陆地的海绵宝宝就是不一样啊，在这里吗？这狗狗是用铁做的吗？钢筋制作的狗狗吗？不要管它，不要管它。来拿取我们的手电筒，哒哒。拿到手电筒之后呢，那个狗狗在附近啊，它会咬我们，我们要收集骨头，两根骨头给它吃。对，贿赂狗狗一下，贿赂狗狗，不然我们被狗狗咬死啊！虽然海绵宝宝，我知道海绵宝宝没有攻击力的啦，海绵宝宝根本不会攻击人的，所以我们要应付的是狗狗。对，狗狗比较强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海绵宝宝追着我啊！什么东西？摔 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海绵宝宝追过来了！长得好丑哦！哎呦！哦，带骨头的肉 ，Luffy 最喜欢吃的，拿到肉了。OK， 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呢？我们要去，我们贿赂他的狗狗了嘛？我们要去他家的冰箱偷冰淇淋，给我跟我的朋友吃啊！耶、yeah, ，海绵宝宝嘛，不需要吃冰淇淋的，我们吃就好了。你怀疑你的海里面的大凤梨啦？你怀疑你的大凤梨啦？嘿，跳进去，跳不进去，完了，我卡住了。救命啊！海绵宝宝，救命啊！我卡住了，嘿，这里啦，你没看到我吗？嘿，看过来，这里，嘿，对，这里我卡住，哎，进，快点过来，你过得来吗？哎，白痴啊，不要一起卡住啦！你不要一直在那边走来走去了。海绵宝宝智商堪忧啊，小心不要被卡住啊！海绵宝宝不会救人的。我们要静悄悄的潜进他的厨房。进来了！你家厨房在楼上，在楼上，他的冰箱在楼上。完了，卡住了。Shit！ 海绵宝宝为什么一直卡住的？嘿、hey, ，干嘛这样啦？你家的花也卡在楼梯这里了哈、哦。跟在后面就没事了。你看。哎，看不到后面的嘿，箭头指着楼上，慢慢走，不要卡住。对，跳。冰箱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啦？那怎么打开 ？Hello， shit， 卡住了，又在卡住了哦，冰箱哦，不要挡路啦，这边碍眼哦。我要去楼上，让我先走。对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大家不要互相干扰。OK， 慢慢走。哎，他是指着这个冰箱吗？哎，说不定指着这个迷宫啊。对啊。哎，不是啊，指着那个冰箱。哎，怎么办？那冰箱要怎么拿？他冰箱怎么这样的？啊，说不定是指着对面。对，从对面去。对。啊，这里啦。哦，冰淇淋在这里，给我朋友吃啊，绿绿的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啊，另外一个是我吃的啊。冰淇淋人不用吃，哎，不，海绵宝宝不用吃。OK， 他把我们朋友呢锁在卡车里面，哎，卡车在外面呢。哦，我们进去他家呢，拿到钥匙，然后去外面解救我们朋友啊。海绵宝宝，你就在外面吧。海绵宝宝，好好笑，左上角好好笑。海绵宝宝天生就是喜剧演员吧？对，没有，传钥匙给我。嘘，他不知道我们在这里了，他不知道的。哎、欸，海绵宝宝，我来救你的朋友 ！Oh my god！ 海绵宝宝追着幽灵怪了，我来救你的朋友。朋友，你走，我们开车走。耶、yeah! ！对，
有人要追过来了，找到一把枪，然后杀掉海绵宝宝。哎，这是不是跟之前的某一款一样的啊？该不会最后就卡住了吧？哎，怎么我是人类啦？怎么我是人类？哎，开不了。哎，抱歉抱歉。哎哎哎，这样我输哦？为什么？哎，我赢了。哎。好吧，接下来我们要找到眼镜，可是海绵宝宝不是隐形的啊！这果然就是这种游戏啊，怎么会直接照翻呢？怎么会直接把游戏给搬过来呢？烂游戏呢，后面就不要玩了啦。后面如果一样的话，就不要玩了。怎么又在是拿枪啦？找到 M1911。结果最后也是那个短枪而已啦，你看，烂 game。海绵宝宝不要！哎呀，站起来嘞！下一关的任务呢，就是没有东西，直接当掉了，什么都没有，然后直接坏掉游戏，我也不知道干嘛了，现在直接坏掉了，游戏直接，海绵宝宝进攻啦！海绵的袭击！哇，海绵，好美，好多海绵！我在玩什么 ？OK， 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下一款恶搞冰淇淋人呐、啊！你好，冰淇淋人，恐怖恶魔，这什么鬼标题？继续恶搞吧 ！OK， 冰淇淋人呢，就是一个邪恶的代表啊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恶整他。还下着雨呢，哎呦！我拿走这个钥匙，等一下，冰淇淋人，等一下，我跳上去。抓不到啊，抓不到啊！看到我吗 ？Hello，Hello， 肥胖冰淇淋人 ，Hello。哎，他脑袋是空的，他脑袋里面是空的，空空如也。好了好了，赶快进去，赶快进去喽！恶搞冰淇淋人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找到一个甜甜圈。为什么要找甜甜圈呢？我不知道。啊，甜甜圈要干嘛呢？哎呦，哎呦哎呦，这么近也看不到。哎呦喂呀！哎呦喂呀，这游戏是怎么制作的、啊？哎呦，很厉害呢！我套出你甜甜圈了，你没有甜甜圈了，你没有甜甜圈了，哈哈哈哈！我的阿周俊就套出你的甜甜圈，有点幼稚啊。然后接下来呢，要偷走冰淇淋吗？在外面，我真的是幼稚鬼呢！哎，你在干嘛啦？我觉得他不会捉我的，对他不会捉的。你看，完全没有在捉我的呢。哎呦，你等我一下，我要出去。哈哈，这冰淇淋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在烟囱上面也有？哦，这个就一直收集东西就对了。OK， 哇，跟上一款真的是有的比呢。而且为什么发野啊？哦，你想做我吗？哇，直接要打的呢，不是脱冰呢。哇，这个比较凶残呢，直接打的呢。哎呦，暴力，拒绝暴力啊！哦，为什么那个甜甜圈不会掉下去的？不要追，不要追！你看你打不到的啦！哦，上车，上车，上来啊，上来！万了，还好，真的上来了，万了，还好 ！No！ 为什么会上来的？一狼嘞 ，Moki 啦，我是透明的，他真的会跳上来嘿！哦，这个 AI 比较聪明一点哦，来拿走。哦，会受伤哦。OK， 接下来呢又再要去找，为什么一直要我找冰淇淋啦？哎呦喂呀，你不要追了，你追不到的啦！谁宰冰淇淋人？还有平底锅呢？啊！不要打，打不到，完全打不到呢！哈，有够笨的啦！一个好吃的小蛋糕在啊，这次不是冰淇淋了，是小蛋糕。在哪里啊，这里哇，还有旁边还有一个垃圾桶吧。不要打，让我过，不要打，真是的，我拿去床上吃哦。不要打。哎，我们在屋顶上，哎，我们接下来要去对面的屋顶吧，去拿那个这什么那个章鱼烧吧。哎，这里可以进去，哎，哎呦，哇，真的 ！Give me the 章鱼烧，抓不到，
章鱼烧，拿去垃圾桶，垃圾桶在哪里啊？你有看到吗？又再是一样的，哎，两个完全一样的作者，哎，难怪到最后一关都不能玩了，你还玩走屁啊？哎，哇哇，这个颜色哇，直接玩出 bug 了呢，哇哈哈哈哈，哎，这个也卡住了，哎，哇，好酷啊！这个作者厉害，万事俱作，两款都非常的厉害呢，哈哈。海绵宝宝拯救人 ，OK， 可以。这个一直收集东西，收集到最后直接不能玩，直接不给你收了，哦，吃太多太胖了，所以不给你再收了，哦，再收去破产了他们店，直接不给你玩，玩屁哦，哈哈。